美食节。来来来，买冰淇淋了，香甜美味的冰淇淋。都拿好了，一人一串。谢谢。哇，那怎么样？那边也有好吃的。你们想不想吃面的？有什么面呀？有我们祖传手艺的拉面哦。嗯，还有别的吗？只有一种面，但肯定好吃。你们要不要试试？草莓冰淇淋、芒果冰淇淋、香草冰淇淋，应有尽有。不好吃不要紧，快来抢购哦。我们去吃隔壁那家吧。嗯。啊，别走啊！我要那个那个。难道面条这种传统食物已经没人爱吃了吗？他们的店都好受欢迎啊，我一个人可是忙不过来啊。找帮帮团！你们快看，这么多好吃的！这个这个，俺全都想吃。光头强还没回来呢。是啊，俺们等他回来再去吧。好吧。帮帮团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是狼厨师，他需要我们的帮助。帮帮团出发。我们可以帮你做些什么呢？我想在美食节上大显身手，可是人手不够。放心，我们一定帮忙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开始。蔬菜来喽！谢谢你们，我们开始做汉堡吧。用筷子做汉堡？对，这是我独创的汉堡。首先呢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再加些大葱，再加，大家稍安勿躁哈。叮铃铃，大葱汉堡，看起来很不错啊你。熊，不好意思，不如我们做其他的。这次我们做烧烤，肯定能做好。啊，好香啊！火力加大，烤起来！嘿嘿，哎呀！怎么那么多烟？太呛人了吧！萌萌，你看那里着火了。不是不是，俺们在做烧烤呢。好嘞，烧烤来了。哇，咋都黑乎乎的？外观不好看，你们先尝尝味道吧。好硬呀！俺试试。这里面是苦的。就是都烤焦了。抱歉。俺们这次做啥呀？做火锅。一定没错。切片，摆盘，准备完毕。哇，让我尝尝。不错。狼厨师，这辣椒油加的太多了吧？放心，这样做出来的火锅才香呢。真香啊，一定会很受欢迎的。火锅，好吃的火锅，要来一份火锅吗？火锅，走起。给我来一份火锅。好，
你们先坐。火锅来喽，这是你们的火锅，还有青菜，请慢用。哇，好丰盛啊！好香啊，让本王子尝尝。我也要吃。啊！救了呀！水，快给我水呀！再来。我不行了，我想上厕所。啊！星星王子。哎，做个小吃怎么那么难呢？哎，别气馁，就是，俺们再试试。啊，对，我们再试试。走咧，俺们的食材都用完了。来，你的火锅丸子。我也要一个，我也要一个。还有我。忙活半天也没人来。狼厨师，别安慰我了，我知道自己今天有多差劲，什么都做不好。那不如您给我们做一顿您最擅长的美食吧。这个简单。也正好谢谢你们那么辛苦的帮助我。那你要做啥好吃的呢？就是普通的拉面，没什么人想吃。俺最喜欢吃拉面了。那我就开始了。面来喽，久等了。俺都闻到香味了。小心！面条。Avocado！变变变！希望你们别嫌弃。咋会呢？俺先吃了。好 Q 弹呀，这面条太棒了。谢谢夸奖。还有吗？太好吃了。有你们在吃什么呢？那个难吃的火锅吗？还挺香的嘛。什么嘛，就这清汤面条。哇，这面条好好吃啊。对呀对呀。大家都喜欢你的面条，又香又 Q 弹。再来一碗。也是，大家快来呀！好吃的面条，不要错过哦！超级好吃。哇，好香啊！这边排队，大家快来呀！这面太地道了，棒啊！欢迎下次再来啊！一定一定，再见。再见，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别客气。狼厨师，你的面做得那么好吃，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做面呢？看别人做得好丰盛，我就想模仿一下。可是好吃的东西肯定要研究好久好久的吧。对，做好吃的面条也不简单，我都研究好久了。哇，难怪那么好吃，这就是努力研究的成果。你们说的没错，大家都很喜欢您做的面条。狼厨师要加油哦。一言为定，我一定会钻研出更好吃的面条的。